是我们自家记的啊，这位是大嫂吧？啊，嫂子坐坐坐坐。你尝一下。嗯，还挺甜的哈，面面的感觉。嗯。陈大哥说，五莲县盛产板栗，这里的野生栗树天生天养，树龄都在50年以上。为了能随时吃到新鲜的板栗。 当地人将带有栗棚的板栗存放在缸中，然后一层沙土一层板栗密封保存。五莲出产的板栗香甜沙面，淀粉含量高，所以当地人经常将蒸熟的板栗捣碎做成馅料，像豆包一样制成栗包，别具风味。